乐乎带给您《弟子规》。谨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，惜此时。陈璧冠，兼漱口，便尿回，辄净手。冠必正，纽必结，袜与履俱紧切。置冠服，有定位，勿乱顿，致污秽。衣贵洁，不贵华，上循分，下称家。对饮食，勿拣择，食适可，勿过则。年方少，勿饮酒，饮酒醉，醉为丑。不从容，立端正，揖深圆，拜恭敬。勿见欲，勿博倚，勿积聚，勿摇臂。缓接连，勿有声。宽转弯，勿触棱。直虚气，如直盈。入虚室，如有人。事勿忙，忙多错。勿畏难，勿侵略。斗闹场，绝勿近。邪僻事，绝勿问。将入门，问孰存。将上堂，声必扬。人问谁，对以明。吾与我，不分明。用人故，虚名求。倘不问，即为偷。借人物，及时还。后有急，借不难。乐乎与您快乐共学《弟子规》。